小，嗯，身体哪儿不舒服吗？没有。那我们继续聊吧。湛宇在店里工作得很好，做事很细心。店里因为他拉小提琴，吸引来了不少顾客。 而严谨这个时候，也开始了对我的追求。您好，您的花儿到了。哎，你好，是纪晓鸥女士吗？我是勿忘我花店的。啊，你搞错了吧？我没在你们家订花。 今天的花里有张名片，是他。严谨是谁？就是那天来店里拿打火机那个大老板。想办法把这些花处理掉，看人闹心。卖掉。我可不占这种人便宜。实在没招，直接扔掉。我知道怎么做了。 来，赵鹏，搭把手。走。五元一支，快来买啊！进口玫瑰五元一支，快来买啊！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了。来一支。五元一支，还是你脑子机灵会办事。谢谢姐姐，谢谢哥哥姐姐。没事儿，反正有冤大头给你买单，你就可劲儿卖，给。 进口玫瑰，十元一支，买十支打八折了。进口玫瑰，玫瑰正宗的厄瓜多尔玫瑰，路过不要错过啊！买十支打八折。给我一杯手冲咖啡。你手指怎么了？被狗咬了？小事情。
我喜欢这里面的格局，这里的品味，这儿的手冲咖啡，还有这儿的老板娘。我是一个合法公民，我有权自由地出入任何公共场所，既老板不想见到我，恐怕有点难啊。 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喝你的咖啫吧。小欧，我带了你最爱吃卤味。哎，你爸妈那儿我已经送过了。那我给乐乐备了一些蛋糕。谢谢啊。老彭，严谨，这么巧，在这儿碰到你。哎，你可老了不少啊。你们认识啊？ 这是我老大哥，以前我做缉毒警的时候，咱哥俩一块儿出生入死过。哎，咱俩有多少年没见了？我离开队里那会儿，咱俩就没见过了啊，好些年了。哎，虽说你脸上这个褶子多了一些，但是身体还是倍儿结实。凑合吧，现在没事就是跑跑步。严总现在混得不错啊。 你要说这话，曾经恶心我吧？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啊？臭奸商一个。没想到你这个臭奸商以前还是人民警察呀！小欧，你们俩这是？我们俩什么都不是，我介绍一下。啊，这位是新来店里的店员，叫战宇，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，拿了好多的奖。 这位是冯大哥，以前啊救过我和我奶奶的命，比亲哥哥还要亲。冯大哥好，你好，这小伙够精神的啊！你是没看到，你倒多少女客人？哎，难得今儿人比较齐啊，我请大伙到我的三分之一吃一顿海鲜，来，战宇，你应该没吃过几回海鲜吧？一块去。我海鲜过敏。今天恐怕不行，我回去还得照顾孩子，要不改天，改天我请啊。 行，改天啊，把孩子一起带过来啊。行。哎，乐乐，慢点，小心掉水里。哎，冯大哥，那个严谨之前真的是缉毒警啊？是啊，他还是武警特战队员呢。就他。 他那吊儿郎当的样子，肯定走后门进去的吧？你不了解，这武警特战队的选拔非常严格。你别看严谨平时挺不正经的，这小子可真有两下子，去了禁毒支队也立了很多的功，之后就下海经商了。那好好的缉毒警为什么不干了？大概是子承父业吧。他爸以前也当过兵，退伍之后就做了生意。 貌似生意做得很大。小欧，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这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发生啊？没有，他不过是带人来喝过咖啡罢了。真没有什么事儿。我跟他这种人会有什么事儿啊？其实严谨很优秀，是个拼命三郎，干什么成什么。现在他生意做这么好，我一点都不吃惊。哎呦。 还不是靠他爸的关系。有没有他爸，我相信他一定能干得成。那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，最好啊，让我永远都不要再见到他。乐乐，等等我。乐乐，抓住你了！抓住我！抓住小阿姨。 早上好啊，给你买了早点，好吃不胖。这里不欢迎你，赶紧走人。给我来一杯椰加雪菲，再给我来一个鸡肉帕蒂尼。没有，油也不卖给你。热水总应该有吧？啊？
哎，吃啊，吃吃吃，一会儿凉了。哎，吃。我烧点热水。从那开始，严谨每天早上第一个来，晚上最后一个走，恨不得把家和办公地点都搬到似水流年。二位请坐。出去。新来的鲜花怎么样？都好了吗？挺好的。苏门答腊曼特宁咖啡通常采用半水洗出，在自然晒干数日以后，用热水洗去果胶。果肉的甜味渗透到种子，会产生特有的醇味。这种豆子在国内不常见啊，遇到了可以多进一点。向日小姐，是要买多少啊？我这才走了半个月，你这桃花变你卡。这拉琴的男孩是什么情况？哦，那个是我新招的兼职，叫战宇。嗯，确实是个小鲜肉。那这个呢？一个人不熟。
不少你跟人打情骂俏。这人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？就是我在厕所里遇到那个臭流氓。他是不是叫严谨？你怎么知道呀？真是他呀！这回你可赚到了，小欧。此人可是成达物流公司严总的儿子，三分之一海鲜餐厅的老板，梨园赫赫有名的钻石王老五，多少未婚女性梦想中的另一半呀！哎呦，不就有点臭钱吗？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哎，小欧，你可别这么说。三分之一我去过，一进去那贵族奢华的气质，甩咱们这咖啡厅十条街都不止吧？过分了吧？一点都不过分。这个严谨，我两年前就听说过。这人这么帅。哎，说实话，他追你多久了？这个人赖到我店里快十天了。小欧，这次我认真跟你说，听说这个严谨对女人很不错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。没兴趣。你不下手，我可不客气了啊。哎，赶紧的，别客气啊。这位是？你好，我是小欧的闺蜜方妮亚，叫我妮亚就行。哦，你好。小欧，这个饼好吃。嗯，这个酥骨饼啊，又甜又油腻，吃多了会发胖，更找不到男朋友了。闺女一周在家只住一天，你大清早就开始瘦了。爸，没事儿。哎，爸，现在股骨关节进口的替换手术费要多少钱呀？这个手术费吧，至少得50000，还有术后如果恢复不好的话，还得换进口药物。患者手术之后呢？需要长期卧床休养，这个需要护工或者保姆24小时照顾，这部分费用要算进去。嗯，又去李美琴家了？嗯，去了2次。他儿子啊，现在在我店里面做小时工，孩子挺好的，就是那个家压他喘不过气。嗯，他母子相依为命吗？嗯，家里面简陋极了，连点像样的家电都没有。缺电视吗？缺，什么都缺。哦，那一会儿咱家新电视就送过来了，要不你把咱家那个旧电视给他们送过去？我就说我觉悟怎么这么高，原来是随张雅敏女士。哎呦，少拍马屁啊！你赶紧找一个像样的男朋友回来。谨遵老佛爷懿旨。来，妈，您多吃点。又来。喂，冯大哥。小欧，忽然有个急活要去趟机场，电视我明天帮你送好吗？嗯，没问题，你开车慢点啊。这么巧啊！真是阴魂不散。哟，车坏了，你去哪儿？我送你啊。你不是心灵手巧吗？帮我把车链子上了吧。好吧。好多年都没碰过自行车，我试试。老弟，擦擦吧。哟，
警察同志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看，这个引擎盖还热呢。驾照出示一下。给你。这儿不能停车，赶紧开走啊！哎，好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哎，交警没有罚你吧？没有，就口头警告，分儿都没扣。今天谢谢你帮我修车。哎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？我愿意为你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来了来了，帮我办件事儿吧。什么事儿？嗯？哎，等一下。你干嘛呀？第一回见家长，见面礼总要准备的嘛。正好我车里有两瓶好酒。你还以为真会让你上去啊？老实在这待着吧。哎。都憋一路了，借用个厕所总可以吧？路边解决。哎呦，我这肚子还有点不舒服。哎呦，这附近连个公厕都没有。哎，小欧回来了。哎，爸，电视呢？哦，那儿。哦。哎，叔叔好，阿姨好，我是严谨，我是小欧的朋友。男朋友，普通朋友，就瞎了眼能看上他？你怎么说话的啊？你不要上厕所吗？那边。哦，我一见到叔叔跟阿姨，我这一高兴，肚子也不疼了，还有点饿。阿姨，给您带了一些礼物。哎呦，不用那么客气哈，谢谢哈。哎，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啊，我叫严谨，严肃谨慎的严跟谨。哦，这名字太好了。你在哪工作啊？有多大了？哎呀妈，你有完没完呀？我就让他搬电视机，别愣着呀，赶紧。好。你们俩在哪认识的啊？啊，阿姨，我先干活了啊，反正我也认了门，以后一定常过来看你们。啊，好，常来啊。哎，走了，叔叔。啊，好，哎，小心啊，哎。再见，叔叔阿姨。再见啊！再见，再见。哎呀，哎呀，真是没准真是男朋友呢。我说季老板。你这个交际圈够广的呀！我这不是代言大老板体验一下我们老百姓的生活，用不着体验。我从小就在大院里长大，这种红砖房我住，也没个电梯呀。那有电梯要你干嘛呀？他们家住几楼啊？走吧。你快点啊！这边。阿姨，我来给你送电视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小欧辛苦了。战宇知道你过来吗？哦，我还没跟他说呢。啊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把电视换了，顺便把机顶盒给安一下。哦，给。男朋友啊？啊？啊，不不不，他是安装的工人师傅。啊，小欧，能不能再帮阿姨一个忙啊？您说。我要到社区医院去输液。但是今天负责接我的医生有事来不了了，你能不能把我送过去啊？你不是在我爸那儿治疗吗？你爸那儿太贵了，我在社区医院又便宜，离家又近，省得我折腾。电视安好了。哎，阿姨，您打的是什么药啊？
啊。我打的就是这个药。哦，这就是普通的消炎药，我能打。哎，你别胡来，你一天医学院都没念过，你打什么针呀？我之前在队里学过静脉注射和伤害急救，你就放心吧。那你也好多年没动过手了，不安全。没事的，要是能在家里打那就最好了。我这上下楼也不方便。行，阿姨，那稍等我一会儿，我到附近药房去买注射用的东西啊。谢谢。这个师傅真是热心，还挺一表人才的。你手稳点啊。没事儿，扎不好大不了出点血，没事儿。疼吗？不疼。小严扎的比护士扎的还好。好了，阿姨。啊，谢谢。今天谢谢啊，忙活到这么晚。有没有觉得我特别靠谱？以后你的人生准则里一定要加一条：有困难找严谨，准没有错。一天不吹不叫一天。我也没想到啊，在雨家那么困难。是啊。老天对振宇太不公平了，能帮则帮吧。现在啊，像你这么善良的姑娘真难得。以后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，记得喊我。你们武警会的可真多，连医学常识都学。那不就是小菜一碟。什么跳伞、开锁、野外生存，我样样精通。还有什么你不会的吗？应该没有了。田老弟。自家地方别客气啊，随便折腾。哎，我说啊，陆老三，人家梅总诚心诚意的给你做生意，你不领情也就算了，反倒欺负一个女人，您觉得合适吗？梅总是我的朋友，谁敢动他东西，就是动我的东西。田老弟，什么时候喜欢上寡妇了？那是我自己的事儿。一句话，把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，其他的事儿都好聊。我这吃都吃进去了，这怎么吐啊？你教我呀！想让我跟那个小寡妇合作也不是不行，啊，除非你卖三分之一给我，不可能，那就没得谈了啊。去年你儿子在外国干了点蠢事儿。我听说还把人给烧了，搞得神不知鬼不觉的。这事儿您知道吗？那女孩的家里人好像一直在找啊。既然我都知道了，那说明找到咱们这儿了。陆总好像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吧？您这大家大业的，
肯定稳住了，严爷，这事可不好开玩笑的哈。 怎么样，要不行咱们去医院吧？伟子，咱们去医院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已经处理好了，家里也有烫伤药，没事。那么烫的炭火，手指头肯定伤得不轻吧？嗨，这也叫伤啊？梅姐，就别跟着下担心了。严总那可是在武警部队历练过的人，这点伤算什么呀？当初在禁毒支队的时候，没少立功嘛，严总。好汉不提当年勇。 谢谢你了，咱自己人不说客套话。陆老三早就应该教育了，咱们三个是同一条船上的，你好，刘总好，我才真的好，对吧？看来我们只能跟你在一起，未来才能是一片光明啊，贝子。 小妈来了，你手怎么了？啊，煮面的时候不小心烫。你是多久没进厨房了？这么简单的事儿能烫成这样？哎，我昨天晚上失眠，到现在还没睡呢。有什么指示赶紧说。你跟似水流年那老板娘怎么回事？没事儿。没事儿，你天天往人家店里送玫瑰花。你要调查我？ 我可警告你，像他这种大学退学混社会、劣迹斑斑的女流氓，你最好少碰。她是不可能进严家大门的。哎，我说，你这辈子不当个特工什么的，真可惜了。我跟你说认真的呢，爸妈年纪大了，你也该收收心，正经找个女人往结婚上奔了。哎，小妈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是真心的对齐小有好感。 我不在乎她的出身跟过去，我只在乎她有没有一个有趣的灵魂。你觉得纪晓鸥是个劣迹斑斑的女流氓，我还觉得人姑娘有血有肉有故事。你跟我就喜欢她身上这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洒脱劲儿，我就爱这种有嚼头的姑娘。我这回是说什么你都不听了是吧？哎呀，你困劲儿上来了，得睡觉了。哎呀，起开点。 这花儿都送一个礼拜了，连个电话都没有，不符合逻辑啊。 这个地方以后不能再来了。陆万金查的怎么样了？他的物流公司就是个幌子，私下里的确有走私生意，跟小美人一样，都是挂羊头卖狗肉。我就说吧，就是之前啊，你们把小美人的运毒渠道给盯死了，他才被迫找陆万金合作。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开辟新的路线。但陆万金要的分成比例太高了，六月跟他很不对付，后来他们就谈崩了。 不管怎么说，这次你帮了他们大忙。帮了大忙有什么用？
刘伟压根儿没把我当自己人。不过好在陆万金出了局，给了我一个机会。不行啊，想都别想。我也是才明白，之所以小美人能盯上我，就是瞅准了我家物流公司的优势。如果我不好好利用这点筹码，恐怕无论做什么，他们都信不过。严老爷子要是知道自己的物流公司被你用来贩毒，不得气炸了？放宽心吧，等案子破了，他儿子我就是缉毒英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不用想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只能委屈季乔做做我的挡箭牌了。有句话我可提醒你啊，你的目标是 KK， 不是季乔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程长官，了解敌人也得做好掩护，不是？可惜啊，人家不理你。你瞧不起谁呢？动手是吧？哎，干什么？哎，别碰！别碰！手还没怎么好呢。不是你大公子，呀，虎妹，虎妹啊！你的玫瑰花我已经处理了，你什么意思我明白，我什么态度你也应该清楚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咖啡馆里。我每天死皮赖脸的耗在四十六年，尽我所能的表现。看你最近帮我这么多忙的份上，这杯咖啡请你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盯紧 KK。 通过我的观察， KK 会频繁的看手机，偶尔还会出去接一个电话。我猜测他是在跟他的上线联络。出去。不过 KK 这个小子警惕性很强，每当我试图靠近他或是与他交谈时，他都会刻意与我保持距离，并且我发现他看季小欧的眼睛里有些许的爱意。你的意思是战玉比你更早喜欢上了季小欧？像他这种害人害己的毒贩，他配喜欢季小欧吗？那你追求季小欧是因为真的喜欢他，还是因为卧底工作的需要？说实话，其实我对季小欧的追求不是很纯粹。可我怎么听上去，你倒是像真的喜欢上他了？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没有在听我说卧底工作的事儿，倒是有一点审问犯人的意思。有吗？你想多了吧。